出新歌 Love Wins All， 和 BTS V 合作出演 MV， 两人精湛的演技收获好评。没想到有部分网友批评 MV 故事涉及歧视身障人士，引起了热烈讨论。 IU 在 MV 中饰演一位聋哑人士， V 则是一只眼睛看不见，身体有着残疾的他们却透过摄影机看见了健全的自己，幸福快乐的笑着。导演解释，摄影机代表爱的滤镜，能够看见世界上所有美丽的事物，包括人的内在以及世界的美。 MV 的结尾中两位主角消失，则代表他们摆脱了各种压迫和压力，获得自由。然而部分身障人士认为，相爱的身障人士展现爱的力量，最终打破歧视和压迫，这样的故事设定本身就是对残疾的偏见。更有人认为他们只是利用残疾作为故事的道具之一，简直太肤浅了。不过也有网友表示不认同，直言酸民过分解读了 MV 的含义，做出过度草率的结论，真的是很可惜啊。